的头像进行人证比对，填写报案信息。和银行的 ATM 机一样，只要拿出身份证对照自助报警终端机上的提示，就可以开始自助报警了。前不久，家住永州市冷水滩的苏先生就尝了个鲜。当时我的钱包不见了，发现，然后正好路过这边，然后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这边来报个警，报个案。自助报案的话，主要都提交了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我这边主要提供了一些文字的描述，就是说我在哪个地方，时间不见了，钱包不见了。然后就把那些数据啊，比如说我哪个地方哪条路啊，或者经过哪个地方，我就稍微描述了一下，写上去了。苏先生当场就拿到了报警回执单，第二天早上就有民警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并通过查询监控帮他找回了丢失的钱包。比起传统包式，我觉得方便的多，那边可以顺便这边比如说情况就马上可以在那边来报案，我就可以把一些资料啊，还有可以他说可以扫描吧，一个平台里面把这些文件给扫描上去，我觉得是非常方便，对我们来说，还有查询案件也是一样。民警介绍，这款智能报警终端机还可以实现手写输入，方便市民填写报警信息。此外，只要市民报警成功，系统就会自动按地理区域识别管辖派出所，并同步以短信形式将警情推送给派出所值班负责人和民警，有利于第一时间处置警情。智能报警终端设备目前在永州市公安局和12个县区公安局试点投入使用，城区乡镇全覆盖。现在就是说，我们能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公安机关要解决受理案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我们可能在，邵阳、长沙，我们还有一个，像类似的一个重大的一些举措推出。但是在省厅的话，应该年内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工程推进。